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将讨论文件系统其他方面的一些特性。那么这也是在文件系统设计或者是在文件系统分析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些概念。那么从前面的文件系统解析的过程当中来看，这个解析过程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递归的一个过程。那么在文件系统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磁盘块大小的一个讨论。那么我们看到在物理磁盘上面，它最小的读写的单元是512个字节，那么这是由于它的磁盘的物理特性它所决定的。那么对于文件系统来说，它一般会选择一个更大的一个磁盘块，那么一般会比如说大家经常会使用的一个磁盘块大小是4个 KB。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对于选512字节大小的磁盘块好呢，还是4个 KB 磁盘块好呢，或者甚至更大，比如说1个兆B 的磁盘块好。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因为是按照块进行读写的，所以呢一个文件会起码占用1个块的一个空间，那即使这个文件只有1个 B， 那么如果按照4个 KB 来说的话，那么它起码要占上4个 KB 的一个磁盘空间，那这个磁盘空间就不能被其他文件所使用了，那么剩下的那些在4个 KB 里面其他的上面的一些内容就被浪费了。那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我的选择的磁盘块越小，那么我浪费的空间会越少，那么这个是比较显而易见的。那么自然而然的，如果我选择的块越大，那么我所浪费的空间就会越大，那么这是对于磁盘块对于浪费空间的一个关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从这个磁盘文件系统它本身所管理的数据的一个复杂性来讲，那比如说如果我们拿到更小的块去存储这个数据，那么显而易见我每一个磁盘块我也需要一定的元数据去描述它，所以呢我需要存更多的元数据在文件系统里面，我管理的磁盘块会更多，所以我管理会更加复杂一点。然后呢，对于一个大的文件来说，比如说这个大的文件可能是一般视频文件，比如说是1个 GB 的，那如果我按照512个字节去分的话，我会分成很多很多块，那么分成那么多块的话，就更加有可能把这个每一个块都放到磁盘的不同的位置，这样呢会大化的话会很容易降低这个磁盘的一个性能，因为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磁头会在横向不断的一个移动。但是如果按照1兆B 的大小去切分的话，那第一个我管理的一个数据它的所需要管理的磁盘块的数目就会变得非常少，那么1兆B 到 1GB 的话只要管1000多块就行了，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个我在磁道上面我更容易把1兆的数据就放到一个磁道上面，这样的话我会减少我这磁头在横向的移动，减少随机的一个读写，这样好能够提高性能。所以总的来看的话，你选择更小的一个磁盘块，你会浪费空间更少一点，但是呢我的性能会可能会差一些。那么选择更大的磁盘块的话，那个性能会好一点，那特别是对于大文件来说，但是呢我需要管理的磁盘块会更多一点，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个影响。所以呢磁盘块的大小的一个选择，那实际上是需要跟应用程序它本身的一个特点，或者是你存的文件它的本身的一个特点需要联系在一起的，那第一个方面的一个讨论。那么第二呢，我们再看一下文件系统一般会需要做一些缓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内存的一个速度那么要比磁盘的速度要高2到3个数量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需要说我有一个数据，比如说我这一块数据，那么在特定的时间之内会长期的不断的去访问这块数据，那么访问了之后比如说在很短时间内又得访问这块数据，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没有必要说每次都从磁盘里面把这个数据装到内存里面，而是只需要把这个数据缓存到内存里面就行了，这样的话能够通过缓存的方法大大提高数据读写的能力。那么所以呢在当代的文件系统设计当中，缓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我能够得到缓存的好处的话，那么就需要让这个数据的访问具有时间局部性或者是空间局部性。那么时间局部性的意思就是我一个数据在某一个时间访问了之后，在不久的将来马上就会对它进行访问。另外是空间局部性，就是我一个数据它附近的数据也有可能会被访问到，那么它附近的数据会访问到的话，我可以把它们的数据一起装入到内存里面去，这样的话我可以在预期很快就能访问到附近的那个数据，这样的话我会减少磁盘读写的一个次数，并且磁盘读写的话整块的读写要比随机的读写要按照字节或者是小部分的数据读写要快得多。所以呢文件系统的缓存就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局部性和空间局部性的一个考虑。那么后面我们在分布式文件系统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下在分布式文件系统当中这个问题是怎么考虑的。好，那么对于文件系统的一个优化，那么特别是对本地文件系统磁盘文件系统一个优化，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需要对于磁盘的读写进行优化。那么磁盘其实是一个机械的一个结构，那么我在读一块数据的时候，他们大概需要经过这么几个过程。第一个呢，我需要知道这个磁盘这个数据处于哪几个盘片里面。那么一般一块磁盘的话，里面会有两到三个盘片，我先确定一个盘片，然后呢再确定一个它是属于这个盘片上面的哪一面，那么上面还是下面，然后呢我再确定它处于哪个磁道，那么最里面的磁道我可以标记为零，最外面的话会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然后我的机械头会在磁道上面去移动，那移动完了之后呢，我才能去做确定说我这个磁盘转到什么位置我才进行读写。所以呢，如果你这个磁头频繁的在横向或者在不同的磁道之间进行移动，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你会显然你在同一个磁道里面读一兆的一个数据和你在不同的磁道里面读数据它的性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左边，那么我只需要顺着读过来就可以把数据读过来了，那么在右边的话，我先在内部的磁道读一块数据，再往外再读一块数据，再往外再读一块数据，这样的话会影响磁道的一个移动，这样也会影响这个磁盘的一个读写的一个效率。所以呢，在磁盘系统的优化当中，就有非常重要一个概念，就是说尽量让我这个磁盘能够进行顺序的读写，而不是进行随机的读写。有几个数字大家可以记一下。那么比如说顺序的读写的话，它的能够达到的带宽大概是在100兆 B 以上。那么有一些磁盘甚至可以达到将近会有200兆 B 的一个，比如说快速的磁盘。但随机读写的话，能够达到1兆 B 的带宽的一个读写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呢，在磁盘系统优化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这是关于文件系统的一些比较重要概念的一个讨论。